我不知道是那件事受傷的，後來我那兩年去，因為兩節骨歪了，壓住神經線很痛。其實那不是 做多少體能特訓都不會幫到件事，因為就等於剛才阿青雲說那個感覺似什麼，你似你孭著一個人的拍戲。我不知道是那件事受傷的，後來我那兩年去，因為兩節骨歪了，壓住神經線很痛。那個醫生問我做咩會咁樣啊？係咪你拍動作係咁樣嗰啲嘢啊？咁啊，我話冇，唔係拍好多動作戲。咁啊，佢你呢個情況啊，似嗰啲即係美式嗰啲 Super Bowl 嗰啲球員咧，即係成日要撞嘅先會有咁嘅情況。咁你問我最大可能就係著呢件盔甲，因為要吊威亞，又要打，又要跑，又要跳啊。咁啊，嗰時開始慢慢褪咗位。咁要點樣治療咁啊？我冇治療，我成嚿換咗，變咗太金屬嚟噶。咁啊，做咗手術。做咗啦。青雲你呢？我冇事，冇事，我冇事。著住個動力裝甲點啊？你個感受都好攰噶，我輕輕都整親咗只腳嘅，但係冇換到。我成日都覺得係一件好玩嘅事喎，即係好兩個極端。一係就成，我成日都覺得係一路到黑就著住啲好貼身啊，綠色衫啊，一點點啊咁樣，跟住就好似WWE咁有啲嘢咁樣綠色嘅嘢包住個頭啊。我初初聽到嘅時候，我以為係講下嘅啫。咁就不嬲都係有噶啦，咁樣咁亦都唔可以唔要求高嘅，因為你老實講，香港要拍一部機甲科幻片，其實大家都知道係幾咁冒險，不如成個實子去拼一次咯。如果你永遠聽冷鬧語，或者香港做唔到，咁我哋唔會進步。我係唔會理你講咩，我總之一定要堅持做，就一定要堅持做。官方點覺得，即係全城而家撐你咁樣？當然開心嘅，支持我嘅，因為我哋做得好辛苦，咁都希望大家睇到我哋嘅今日嘅水準去到邊個階段啦。咁我都講係當然我有進步空間，但係都希望大家支持咯。咁先要再有更加多唔同嘅題材，或者我有俾個動力，我繼續做落去啦。呢個第一啦。第二係太太嗰樣嘢，即係老婆，因為解答翻先啦。因為內地做啲直播咧，咁下邊好多留言啦，佢彈得好快，我睇唔到。成日啲人話：不，你睇下留言，你答得過啦。我一句都睇唔到。我哋幾個老婆咧，就好多老婆飛嚟飛去飛去。我哋咁冇咩老婆啫。我話如果你想做，你咁中意老婆，你睇個支持我就係我老婆啦。咁樣就變咗呢句嘢出嚟咯。我諗係疫情發生嘅開頭嗰個階段，因為嗰時個特技啱啱差唔多完成，就真係大家唔翻得工。初嚟諗住可能幾個月嘅啫，一年都話唔係喎，兩年喎。咁你就嗰陣時真係艱難啦。你唔知點點嘅成件事係咁行落去係點咧？真係我覺得拍呢套戲對我嚟講就唔係好艱難，對佢哋就好艱難，因為其實你睇到，你喺啲現場睇到你就好明白，即係呢啲咁樣所有嘅，即係六部竟真係條彌敦道咁長。我唔相信呢個世界有咁多六部嘅。係啊，買到冇布，自己染啊你。條彌敦道係啊，冇啦，買曬啦。